有一个90年的女生呢，她特别想不明白一件事儿，就是为什么她自己看不上的那种男生，居然能够找到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女生。前一阵子呢，她来我们这儿相亲啊，认识了一个同龄的男生，两个人呢就开始相处了。可是一个多月以后啊，这个女生就挑了很多这个男生的毛病。她说这个男生虽然是北京本地人，家里也有房子啊，在市中心，但是呢面积太小了，只有60多平。如果以后有了个孩子，家里再来个人怎么住呢？而且呢，他这个人啊又没有什么上进心，在体制内工作，拿着稳定的工资，完全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。而且他觉得这个男生还比较粗心，在很多细节上都不在乎。比如在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呢，男生经常都会忽略他的需求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帮他拉拉凳子呀，喝完水了帮他续续水啊，天气如果凉了呢，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啊，哎，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，哎，别说礼物了啊，就连个简单的祝福啊都没有。这个女生呢，就偶尔有一次，她就主动找这个男生出去玩，结果这个男生呢觉得那几天上班太累了，不如就在家里打打游戏，玩玩手机，吃点好吃的，睡睡懒觉啥的。于是这个女生就很生气，她就开始故意疏远这个男生了，说自己工作特别忙，不再跟男生约会了，聊天呢也变得很简单，甚至呢信息都不回复了。但是她毕竟30多岁了，心里实际上是很着急的，所以呢她又开始继续相亲了。两个月相了一轮又一轮，结果她发现自己已经把条件放到挺低了啊，如果换到过去的话，这些条件的男生他可能看都不会看一眼的。但是呢，即便是他降低了，他也很难找到合心意的人。不是这个不好，就是那个不够啊，大部分的条件啊还不如那个90的男生。于是他就想着，要不然就再跟那个男生联系联系吧。于是呢，他就主动给那个男生发了一条问候的信息过去，结果过了好长的时间，对方才回复他，并且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有女朋友，女朋友是98年的啊，两人呢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这回他就有点傻眼了，他就很纳闷啊，怎么这种条件的男生还能找到那么年轻的小姑娘呢？他特别不理解，难道现在的95后择偶都不看条件了吗？其实啊，有很多的男生女生啊，年龄大了，剩下来了，对象找得非常的费劲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，找对象不要要求对方每一项啊都很完美，比如说他的身高、学历、经济条件、原生家庭、性格、三观，这几个点当中，只要他满足了3-4个点，就已经非常好了。并且你既要求了硬件条件，你还要要求软件条件，什么性格得好啦，情商要高啦，啊，要会疼人啦，会付出啦。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？大家来说一说，如果人家都已经这么完美了，他还能变成剩男剩女吗？